Thank you.
台北大龙宫保安宫保生大帝四座六十会会长刘木水、总干事陈碧林、今年路主林武敏率领全体律师，恭祝保生大帝圣诞万寿，恭迎圣驾出巡庙庆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国运昌隆、社会祥和。全体虔诚恭敬保生大帝的圣尊时，一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行。等一下，谢谢我们师父给师父。Thank you.